處理嘅時候，我哋係有一個好大嘅 surprise， 而處理得嚟你係鬆容嘅，同埋你嘅聲音，你嘅高音嘅部分同你之前唱咧，即係冇咁多嘅緊張啦，可能會有一種嘅唔同嘅味道。咁成首歌咧，我都覺得你唱得好放啦。咁同埋個 arrangement 個編曲我都好中意，因為有 surprise。咁唯獨咧，我再去進步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喺練歌嘅時候咧，小心啲，係留意下你嘅音準，因為嗰時候我上幾次聽你嘅音準咧，都喺某啲地方咧。